哎，这亮闪闪的是啥呀？ 没事吧？ 这里，我们赶紧去湖边吧。
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什么都看不到了，这里已经被毁了。哎，你有病啊！这并不是你的错，虽然很可惜，就当是我和这里无缘吧。我的灵魂终于也升华了。Thank you.